胡老弟你好，我准备换车，看了雷克萨斯 ES 燃油版和沃尔沃 S90， 都是好车，所以很难决定。你认为哪个更好？谢谢。我想问一下粉丝朋友啊，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雷克萨斯 ES 还是说沃尔沃 S90 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你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他个建议，帮助帮助他。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谢谢。其实啊，这两款车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我们赚钱不容易，大家千万不要选错了，选错选完之后啊，后悔来不及。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款车的三大件乃至驾驶感受，到底哪个更值得拥有。先说一下雷克萨斯 ES， 定位中大型豪华轿车，它是基于这个丰田的 TNGAK 平台打造，和这个凯美瑞啊还有这个亚洲龙呢是同一个平台的产物，只不过说它的品控更好一点，用料更好一点，然后呢做工更加精细，外观更漂亮，其余的什么发动机、变速箱和这亚洲龙、凯美瑞啊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说它这个车呢要卖的贵一些，就因为外观、品控、定位更加高级，所以说它卖的要贵，但是有人为它买单呢，并且有的时候还得需要加价去购买，你说人家的买卖做的好不好？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是啥呢？它被神化了。车好不好？车是不好车，绝对是不好车，但是它并不可能卖这么高的价位，它不值这个钱。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车不好，车很好，但是它不值这个价位，性价比不高了，就售价为30万到49万，中间曲度很大的。因为它有什么呢？ 2.0 升还有 2.5 升的燃油版，还有 2.5 升的油电混合版本。那么他看的，那车主说看的是燃油版本，那我建议你购买的就买这个 2.5 升的，不建议你买 2.0 升的。不是说因为动力好坏好与坏啊，就是说它这个有套路的。 2.0 升呢，它跟匹配的是一个 CVT 变速箱，大家都知道 CVT 变速箱它不可承受高扭矩，开起来很佛系，没有动力可言，本身你就是个自然吸气发动机嘛，更加佛系了，是不是？动天还有冷保护，不可以激烈驾驶。而它这个 2.5 升呢，它给的是你一个爱信 8AT 变速箱，不仅仅是动力好了，变速箱也更加好了。一个爱信 8AT 和一个 CVT 怎么比？比不了，天上地下之差嘛。所以说买这个燃油版你就得买这个 2.5 升的。这个 2.5 升的这个发动机呢，扭矩达到了243，马力达到了207，这个动力拉动这个车是绝对够用的，轴距达到了2870毫米的轴距，并且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后面是多连杆独立悬挂，悬挂呢也没有给你上这个铝合金材质，我认为这个价位还没有给你铝合金悬挂，我认为确实是挺坑人的。我们再说一下沃尔沃 S90， 同样定位豪华中大型的这个轿车，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轿车啊，它是出于家族的这个 SPA 平台打造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模块化的一个平台，可以生产出不同型号的车型，优惠完34万到44万分地区，全系都是五座两驱版本，没有四驱，匹配了 L2级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匹配了48伏轻混，搭载的是一个横置的 2.0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的是一个爱信 8AT 变速箱，扭矩是350，马力是250，这个动力非常充沛啊。前双叉臂独立悬挂，后面是多连杆独立悬挂，并且啊，前悬挂用上了铝合金材质，还是非不错的，并且啊，它这个悬挂软硬高低调节还有空气悬挂啊，需要你花钱去选装。那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台车的三大件到底哪个更好。沃尔沃 S90 呢，这个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可以说动力上是非常好的，质量也是非常靠谱的。而这个雷克萨斯 ES 2.5 升的自然吸发动机呢，质量也是没有问题的，保养上呢要比沃尔沃的更便宜一些，并且呢耐久度上也是非常好的，丰田的发动机没有问题。那么变速箱而言呢，这个雷克萨斯 ES 呢采用的是8AT 变速箱，而这个沃尔沃 S90 呢也用的是日本的这个爱信 8AT 变速箱，所以说变速箱也都是非常不错，都很好。那么它俩的最大差距在哪呢？在底盘和悬挂。底盘方面呢肯定是沃尔沃 S90 更加的好，
稳当扎实，这个是日系车的这个短板。并且悬架方面呢，沃尔沃 S90 用的是前双大臂后多连杆，而且有铝合金材质。你这个沃尔沃，你这个雷克萨斯 ES 呢，只是普通的前麦弗逊后面多连杆，而且还没有铝合金材质。双叉臂这个悬挂成本是很高的，可以这个防止啊车轮行走当中啊侧倾，还可以防止这个刹车点头。这一点呢是你雷克萨斯 ES 你做不到它，所以说底盘还有这个悬架，沃尔沃 S90 胜出。那么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有多么的不同。先说一下沃尔沃 S90， 它需要加95号汽油，实际油耗是9到11个。由于有48伏轻混的加持啊，它的起步呢更加轻快、平顺和安静，更加节油。车子嘛，在起步的时候啊，它是很费油的，真正速度起来之后，它就不费油了。动力呢非常充沛，加速的时候呢，车内也非常从容，非常舒适。这个 8AT 变速箱呢，沃尔沃调教的是非常平顺的，可以说所有采购 8AT 变速箱的爱信 8AT， 沃尔沃调教的是最厉害的，水平是最高的，甚至超越了这个日系的它的本家，真的是很厉害这一块。并且呢，底盘的扎实感非常好，悬挂过滤的也非常好，而且这个对于这个不好的道路啊，过滤的也是非常好的。整台车里头做的有那种高级的质感，隔音还有这个音噪做的都非常好，可以说这个新车质感是非常高级的，不是你雷克萨斯能比得了的。那么我们再说一下雷克萨斯 ES 的驾驶感受，它只需要加92号汽油，它的油耗呢要比这个沃尔沃要低一些，8到10个之间大概。那么动力上呢也够用，但是你想要更好的爆发力它没有，因为它没有涡轮增压嘛，这一点呢它不如沃尔沃。你想要速度的时候，你只能深踩油门踏板，拉高转速得到你想要的速度，但那个时候发动机的噪声啊又传递在车内了，所以说这点是绝对不如这个沃尔沃的。动力上是不如沃尔沃的，变速箱的平顺度也是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期加速速度起来之后，后期的动力也是够用，绝对是可以的，绝对是够用的也。它只是说加速的时候没有沃尔沃那么好，它没有涡轮增压的爆发点嘛。车内的这种隔音呢质感呢它不如这个沃尔沃，底盘的扎实感还有这个对这个颠簸的滤震的过滤的它也没有这个沃尔沃来的好，沃尔沃毕竟悬挂比你好嘛，是不是？整台车的隔音呢静音呢质感呢它都不如沃尔沃 S90， 差很多，不是差的一星半点。但是这两台车三大件都可以的，如果你经常跑高速，那你选择沃尔沃 S90， 或者是要一些排面，出席一些活动，沃尔沃 S90 绝对能给你那个气质和气场，包括它这个北欧风格啊，内饰加上那个外观非常漂亮，很稳重。而雷克萨斯呢更适合于居家过日子，在市区里的走走停停非常好。但是如果是你要长期使用，雷克萨斯 ES 的三大件绝对是能用得住的，绝对是靠谱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发动机变速箱。而沃尔沃 S90 的发动机变速箱也没有问题，都很好，可以说车都是好车，只不过是雷克萨斯 ES 啊价位卖的太高了，它不值那个钱，性价比低，但是车是好车。沃尔沃 S90 呢性价比更高，优惠力度大。那有没有开过或者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拜拜。